不要录了，不要录了。一名男子倒在地上被拖行，四个人将他包围，还拿东西攻击。我被偷，眼看就要被掳上车，目击民众赶快帮忙报警。警察没必要，良心建议你把窗户关起来。被殴打的男子不断挣扎，连拖鞋都掉在路上。眼看远景抵达，犯案一伙人才放弃掳人，分别开两台车绕跑，躲到屏东恒春。至于被殴打的是24岁郭姓男子，因为欠了30万债务，25号清晨才会在高雄的中山一路被余姓主嫌一伙人痛殴，全身多处擦挫伤。今日17时许，在屏东县恒春镇一带，拘提余显等7人，前案警询后，依涉嫌伤害、妨害自由以及妨害秩序罪等罪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。债务纠纷当街动粗，还疑似一度要掳人，7名嫌犯行径嚣张，通通遭逮。三立新闻黄志忠会山高雄报道。